这波下了一盘大棋，就看一下，现在形成了一个四包二，后面有只猫，好像拉到了，这不死了呀，豆狗。猫没有过来，猫在家里走出来，然后双人组已经绕过来了，而且这样都一集团打赢了，有点 PTSD， 感觉小龙哦，一集团有射击，哦，一集团打赢了，有点 PTSD 啊。早一步的这个状态其实没那么好越啊。啊，波比在后边哦，看谁先动手，还真越了，漂亮，很果决。抗野赶紧往下靠，身上是有曲靖哲，因为在这一波是有机会的，直接逼东到了，进化解掉，拉开拉不掉。断掉了呀，我就说扛塔如果扛不好的话是会非常危险的。这边 BLG 直接来援助了，这一波抓住了瑞士，没有、没有 TP， 但是他也来得很快，因为他从中路来的。也不好意思，这不也知道赵信就不要着急呀。威武这几次动下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啊，感觉都被化解了。他们来了呀，这里皮皮很危险，死不掉了。禁不住没有闪现，但是是猫的，轻松拿下了皮皮盖的纳美人头。上谁好，这种的都是看教练组了，三个人那死了，死定了。哎，小龙宝在后面啊，差一点，最后一下还是又着，拿到了人头，是就差一丢丢。但被曲靖哲月的支援大招，塞拉斯前面还是需要有一个战斗大招的。哇，这一局，我的天哪，这一局！刚刚 W 不是一个红路，直接打出闪了。另外一边，对，宋一静有点危险，偷了一个微微的星月，偷了一个过来，扫走了小龙宝。完了，配合艾康的伤害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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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还想再等小龙宝吗？有个 W， 这里下路也有一点危险哦。难道几条路全开花了吗？猫猫是上不了身了，点燃点死了吗？但是 Dogo 这里很能打，好，好，气。锁住自己的，我去个厕所。这威武比赛我是真不敢看了。可能主要是威武的阵容还不太能采取防守。走了，来了，这波好像是反蹲蹲到了，就看一下鳄鱼第一时间纳美远处给大震起来，两个人波比定住，阿 B 应该是稳稳的倒下，微微这个位置也被敲起来，连 Lucky 都下来了，野辅蹲住了，而且找到了一波不错的机会。那我要不去厕所不出来了。靠着中下两个塔的血量，威武哥，我害怕。打大龙了？哎，没发现。但是下路的线没发现啊，没发现。很聪明这一波。分下去以后，这个位置也没有打信号哦。知道肯定是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往里挤了。是的。但是瑞驰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危险呢？就是说。还在先整理一波线，就想那个TP有点啊，小龙宝这么大，壁咚到了两千的，有没有机会给他抢到？好像有机会，这一波虽然没有抢下大龙，但是这几个人能走吗？塞拉斯再上去啊，能不能掳到？掳到了，猫下车应该也是走不了的。哎，没拉着。说实话，拿到了真不可以。一换四啊，感性的话，这条龙还真不好说，有可能拿小龙宝这里来了，又来抓一个 icon 吗？icon 应该是没了。这波是没有闪现，换了一个点火，这个位置感觉已经是卖掉了。但是微微能走，没有任何可以救的空间。Lucky 再拿一颗人头 ，Lucky 持续的发力啊，高区的视野，阿斌绕过来，这个位置绕的还不错，卡在龙坑没有视野的方向，抡锤。哎，这里兵进场了，自己要先被秒的呀，这样的话。卡到一个位置上，这样子会先被秒哦，然后威武再等一下。交换以后，阿斌倒下，着急还要再拉扯，是后续还有四打五的空间。说这边有点着急，宋一静啊，是用的谁的大招？过去开大，炸了一下，现在有个比较高的一个移速，再重新再撸进来，又击杀一个赵信，但这边 icon 的输出还是非常高的，能不能走掉？再撸一下，又撸进来吧。瑞兹杀了，好像还想在三段进场吗？没有蓝了，这边所以又撸到，再撸一个猫。哇，战到最后是东狗跟 Lucky 的大战，在一个强弩上面破敌进法出手，连刘青松也被击杀以后打出团灭，在劣势的时候你永远可以相信宋一静。太夸张了，这团战一枚空过的塞拉斯，主要他飞来飞去。我跳，我以为他已经被那个叫什么，直接把劣势被那个 icon 杀了。
我以为 Bodhi 哥同样也是，主要上波青钢一进去开那一瞬间，正好微微被又来了吗？宋一静啊，这一波是没有撸到的，一个星月护卫偷来的。宋一静还是有一个表在这里，瑞士，哎，哦，被锤走了，我巧。而且冰进场又非常尴尬，都够一刀猫淹死。阿斌强行换掉小龙宝吧，宋一静还在虚虚，但他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是的，塞拉斯是被偷凤拿走了赏金。icon 想试一下吗？想尝试一下吗？四个人哦，还有闪现，他还想试一试。顶上来不行啊，被控住了，被控死了。碧波之牢加上一个英勇冲锋，壁咚住以后，绿许这边很扎扎实实的扛住了这个大龙。那你五可以拿到了第二条的一个男爵。下，那你应该是你回不去，而且先倒的可能是。青钢影现在的装备，哎，等一下，陆琪这个位置有点掉了，又在当老六，又有老六金身，再规避一下这个魔点中招。在这里是被留下来了，自己能走吗？好像被冰波之狼泡起来以后，在浮空的状态下面被击杀。Dogo 还是很有战力的 ，Dogo 这一波，但是被泡到了。不是也很好，宋一静再拉一下。他去找小猫了，他去找小猫了。没事，欺负小猫干嘛？家里三只呢。家里三只呢，真是的。没事，一点点血在那欺负小猫。那零换五过后 ，V 五在下班分钟拿下了这把比赛，让我们恭喜 V 五今天以2-0啊带走了 BOG。也守住了上位圈的一个荣耀，帅是真的。哎哎，怎么有人？怎么有人在搞啊？就赛前虽然有人在搞，有人在搞。Luki 这个塞拉斯在本赛季的使用量来说没有那么的大，帅帅帅帅是真的帅。2019年，今天真的帅。五大摇摆人领衔的阿卡丽塞拉斯，这个你不可能说 Luki 玩的不熟。是，而且。很少见这种刺客开团输出集一体的承担，是啊，只能说 Rookie 还是 Rookie 真的帅啊、哦、状态在这个夏季赛来说 Rookie 还是保持得相当的好、哦、是，掌声送给今天的10位选手、啊、获胜方的 V5 也是握完手以后来一鞠躬，是这把两边给我们带来了一把非常好看的，最起码我觉得这个标三是好看的，因为这只小鸡真的帅。对，但可能它不叫肉鸡嘛，所以是小鸡呀、啊。对阵 ONG 跟 W 的比赛里面。